这个做
作品呢，只是说真的，主意你有在比较，因为它是手工真的，可是真的它可以保存很久，就是你要好好保存可以保存。你看那些姐姐那个，啊，就是比较精致，像那个你看它做成灯罩就很漂亮。哦，这是这嘎抓。哎，主它一起这嘎抓，你是一个萤火虫，哎，你做萤火虫，所以你看一样闪闪发光，这是萤火虫。哎，阿姨，另外你看，这其实是宫廷的宾馆，哎，啊，其实伊就是变成后后现代的厨艺，哎，看起来跟啊，你看伊这用 LED 灯，啊，用点竹子的，哎，嘛是用地宫哦，地宫 LED 哦，啊，后面就是比较后代的一些器材下去做的，对，其实这个部分就是说，很多的东西就在生活当中啦，啊，就是有时候就是变打雷打工，哎，我时间停留一下看一下都不错。啊，其实讲有的部分也是希望说大家有机会都来看一下啊，不然就是其实他们很多东西就是也是要大家推要呈现对啊，其实。